这个是乌日火车站哦，关了，这关了，我帮他宣传一下。这是乌日火车站隔壁那个帅儿子隔壁的水果摊，他是最支持帅儿子的，最支持帅儿子的。他刚才请他们吃酪梨，请他们吃酪梨，来。所以你们来乌鲁火车站的话，可以来跟他买水果。有时候他礼拜天没有来，礼拜一到礼拜六都有摆。我那个先牛奶红米，整个都绿色的，它要出米的哈，纯正的。哦，啊，你要进纯正的。哦，我都无啦。绿色的哦，蛋姐，谢谢你。好 ，OK。牛奶凤梨哦，哈。礼拜天啊，礼拜一，你讲你是当时，当时几礼拜是摆的，摆几工？几礼拜摆几工哟？礼拜四摆到礼拜六。礼拜四、礼拜六啦。礼拜天如果遇到拜拜，我就来了。哎。哦，对。所以今天有，今天有定的，我会跟新农讲。今天有来就是因为有拜拜。哎，对哈，对，哦，因为礼拜二十五哈，哦，对 ，OK 啦。如果我有来，我会跟新农讲，哈，新农再跟阿布讲一下就好了，好，知道了哈，好。